这套盲盒一共有八款，心愿款当然是玉桂狗啦，一口气买了八个，如果能给我一整套就最好了。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我，呜呼，开场就是小帕欠，真是个好兆头。这种亚克力挂件设计很特别，把珠链取下来就可以给帕欠狗解开封印了。帕欠的房间真明朗，盖上前景的图案，整个房间更拥挤了呢。哇，第二个是丑鱼大佬，大佬不愧是大佬，被人看见洗澡都没有关系。浴室的设计个人元素很强呢，前景是个大澡盆。人气明星库洛米，今天库洛米满满的少女心，手里竟然举着口红。库洛米大人的房间当然是公主房，前景给他摆上小镜子。粉嫩嫩的美乐蒂，不愧是萌妹子，抱着抱毯头上都有小爱心，这粉色系的房间太美了，请你出去，我要住在这里。带上前景氛围感拉满。唯一的人类双子星，姐弟俩感情好，房间布置都是一套。前景来一桌下午茶，一起长胖。玉桂狗你该来了吧。咦，怎么又是双子星，只剩两个了。想要我的玉桂狗啊，美乐蒂再可爱我也只想要一个，求求老天给我一个玉桂狗。今天心情有点low。